我之前做族平權及宣傳跨種族嘅人。我是油麻地南候選人一號民協的歐陽東，在我的選區裏面其實都有很多少數族裔的群體，我們都發現其實在我們的生活裏面都有很多一些同齡式的衝突去發生，譬如說在球場上面的應用上面，在梁堅尼社中心後面的一個籃球場，其實很多時候都有少數族裔他會去玩彈球之類的運動，所以都影響到其實華人和少數族裔之間的一些公共設施的使用的衝突，又例如這個進發花園，其實夜晚有很多少數族裔的小朋友其實在裏面去玩的，咁亦都俾當地居民人投訴，我哋覺得其實好應該係借住呢啲咁樣嘅機會，其實去嘗試種族融和嘅一啲策略喺裏邊。譬如話球場上面嘅爭場嘅問題，其實嚟緊中九龍幹線其實將會拆遷好多唔同嘅建築物，亦都會重置好多唔同嘅建築物。喺呢一個咁樣嘅期間，其實我哋好想喺裏邊做到一樣嘢，就係將地區的一些的規劃其實是要有少數族裔的角度，我們油麻地區、油尖旺區有沒有地方其實可以給到少數族裔去玩他們的板球呢？另外其實既然進發花園有這麼多南亞裔的小朋友，他們都會講英文的，會不會其實可以做多一些計劃，其實是讓到本地的一些華人的小朋友和南亞裔小朋友一起去有一些活動去進行，讓到其實華人小朋友其實有機會透過這些模式去多一些英語的練習。我想其實這些衝突其實很多辦法其實可以去處理到，所以我覺得在這個社區裏面是需要有更加多的創意、更加多的想法去處理這些問題，而不是將他們就擺在一邊給棟大樓擺進去，其實就當見不到。我們想做的事其實就是一個互相的交流，我想第一件事就是要更加多的交流在我們區裏發生，希望少數族裔和我們華人其實能夠融和地共處。多謝你，拜拜。